您现在手上有多少个音乐人？黄子老师？没有。啊，我觉得不应该啊。对，这是一个很阳光的歌曲。黄子老师，你不思考一下他吗？我有啊，有在思考。我面板上唯一的这首歌，因为其他歌我都很难思考的一件歌。他在等你，等的心都快碎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哎，因为好像就只有我进去了。Hello，周老师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黄子老师。我的任务结束。OK，Hello，Hello，OK。不能说牵线，因为如果没有我的出现，他们也会在一起的。我只是说起到了一个督促作用，让他赶紧早一点去跟别人多聊点话。这不是好事情吗？这就是好事情啊。我有写一首歌是你唱的。哪一首？青春须早为。青春须早为是你写的啊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还记得怎么还记得是吗？哎，对，单位。哎，我都忘了咋唱了，我忘了歌词。没关系，哎，可以，记得。哇，天哪，那真是缘分了。对，作曲是我，编曲是我。对，哎，真的是缘分。